两欧三五四欧五串联哈、啊，如果两欧那个消耗是八瓦，则这个电压呢，请问是多少？好、啊，麦克操啊，哎，专心听课，不要本末倒置，不要再抄了哦。注意听课，好、啊，不然待会你个别作业多出两遍哈、啊。哎，橘子柚子，不要再抄了。你喜欢写对不对？会，你喜欢写我。二三四串联，二三四串联，电压一不知道用代号啊。那他说这个消耗十八瓦特，好、哦，那要求这个电压是多少？那我们的功率哈、哦，功率 P 等于 I 平方 R， 这公式你是要背的，好、哦，其实很简单。那你就代啊 P 多少？十八，对不对 ？I 怎样 ？R 呢？两欧姆。跟题目讲的，对，所以解出来得到 I 等于三，对不对？你这个 I 电流是三，电流处处相等嘛，串联啊。那我们看总电阻是多少？二加三加四，九姆，对不对？那电压呢？欧姆定律哈、哦、，V 等于 I 乘以 R， 这个是 I 嘛？这个是 I， 这整个电路的 R。I 乘以 R 就是电压27，好，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洪师傅 OK 吗？可以哈，你们这样 OK 了哈。